当男女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，男人最让女人尴尬的一件事情，知道是什么吗？作为一个男人的话，你真的很有必要知道这一点啊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就背着所有的女人，把这个小秘密呢，偷偷的告诉你们，一定要给我点个小爱心支持一下哦。那么这个最尴尬的事情呢，就是当你们你侬我侬的时候，兴致勃勃的时候，他一靠近你就闻到你身上的那股异味了，那再好的气氛都会被你搞没。所以我建议你呢，可以试试这个专门为男士研发的果农香水皂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就这么小小一坨，洗脸、洗头、洗澡一皂搞定。洗完之后，淡淡的果农香不会像香水啊那么刻意，类似于体香的干净清爽，不仅好用还很实惠。最重要的是它这个味道啊，是让女人都非常喜欢的那种。在进行约会之前，你就拿着洗一洗，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上头。那你慢慢的靠近对方，他就已经闻到你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了。你说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挡得了这种柔情的果农香呢？趁现在有活动，赶紧左下角去抢。